乡村法治剧场，每周五晚6:05，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。持续关注三盟与法，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。100万意外之财，兴奋纠结。大鹏哥，你发呀，你真的发呀！嗨！三伙人你争我夺，财落谁家？闺女你好高。乡村法治剧场即将播出。哎，我先。贺岁喜剧，恭喜发财！乡村法治剧场。每周五晚6:05，上演扣人心弦的法治故事。持续关注三盟与法，解读法律，解剖人生。我叫郑发财，平时在北京打工，一年也能挣个几万块钱，喜欢写个诗，工友们都叫我诗人。2015年春节前，回家过年的我，在返乡途中的一个城市，经历了一段特殊的人生，真的从一个穷小子，当上了百万富翁。车怎么停这儿了？份儿多少钱一碗？8块钱一碗。来4碗，行，有钱就是任性哈，来，请坐，马上就行。什么劲儿？你没事折腾吧，大老远的，家门口挣不着钱啊！别介意啊，我不是说你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兄弟啊，问你一下，这附近住宿哪有最便宜的地方？穿过这条商业街，走到头有一个菜市场。过了菜市场有个小桥，小桥那边有一片未拆迁的工地。来一碗粉儿，老板。哎呀，两个美女来一碗粉儿啊！好，这一场难得北辰进驻会战以来的第一场硬仗，两组人立即以最快速度抗敌进行保护，必须要打好打赢这仗，大家信心没有？是。你够烦了，你到底是不是看错我？
算不正当得利。这捡的钱不是自己的吗？跟我嚷嚷什么呀？那钱还不知道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黑子他爸让咱们帮着代买彩票，给了我几十个号。哎，我选了十个号啊，中了100万，那里头包含着我的智慧呢。修车把包放车底下，说完了也不知道拿一下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你帮了他干嘛呀？他得罪你了？就你一声救命喊的这俩字儿值老钱了，一个字儿50万，你这败家娘。老皮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想拿那100万去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去换那东西？就知道心。你不是答应过我把东西借了吗？怎么到现在都借不了？姐的，你猜他们那这100万是谁的钱？谁的？是你爸中的彩票钱。100万呢，让老皮给黑了。我爸？老袁呢？你不信呢？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呢。我这个笨蛋，这次真的被警察抓了啊！连货带100万，全都被交走了。你说手下这么多弟兄，就没一个得力。我让他去就好了。你去行啊？那峰哥，那咱们现在，还咱们啥呀？赶快吧，还等着警察连锅端呢。兄弟啊，麻烦向你打听个事儿啊。你说，哎，我刚才呀，我那车呀，修车，我修完车以后啊，我这一着急就走了，这包我就忘了。您看见有人给钱走了吧？大哥，别问了，早让人捡走了。啊，哎，对了，顺道问一句啊，你那包里装的是什么呀？啊，100万呢？兄弟，甭听他瞎说，这话呀，从老娘们嘴里一说出来，这性质就变了，不是什么100万，那。就一份100万的合同，这不是着急吗？啊，大哥，你也别着急啊，到前面路头了有个派出所，你让警察帮你找。啊，嗨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就不想麻烦警察了。这钱还见不得光了。啊，哎，啊，兄弟，那人长什么样？您看清楚了吗？啊。从背影上看也就一般人吧。那是男是女啊？高矮胖瘦啊？现在这人从背影上看能看出来是男是女吗？反正没他那么高，没我这么胖，没你那么瘦。那你这边人不等于说废话？那你俩去问别人去啊。兄弟啊，我再问您一句，那人往哪方向走啊？好像往那边跑。往这边？对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俩开车或许能对得上。甘蔗多少钱一根？30。多少？老板，30一根。不用找了。再送你一根。胖子没说实话。
这地方安全吗？绝对安全啊。这地方原来吊死过人，空好几年了。那咱不怕。是，你和二虎是我的左膀右臂啊，二虎没了，只剩你一个右臂了。什么重要消息？我跟窦冰冰在网上聊天，嗯，发现老皮啊黑了一笔中彩票的钱。嗯，那钱就是黑子他爸的。真的假的呀？100万。真的，这钱是我爸的，可我爸现在都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了。哎呦，人不亲钱还亲呢，赶快把这100万拿下，然后到乡下躲几天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有房间吗？我要告档了。请您出示下您的证件。我叫郑发财。好的，我们三户套房的押金总共交2000。多少？2000。那你刷卡，刷卡是吧？对，速度快。没钱的时候吧，为钱操心；这有钱了，就操心这钱，咋回事儿？谁呀？先生你好，我是酒店的服务员。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我们为入住酒店套房的客户呢提供免费的特殊服务哟。免费？
免费肯定没什么好东西。不需要，你走吧。啊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嗯，晚安，祝你好梦。做大事的人，必须得把握住他自己。没起子啊！服务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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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你？干什么呢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谢谢参观啊！你给我出去！卡完我就走。出去几天没有？我看仨数啊！出去过，报警了。3、2、1，不用报。单一个警察。警察叔叔，都进来吧。场面已经被我控制住了，就这小子，现在同志，我可能是捡的，我不是偷的，警察同志，我不是偷的，我是捡的。哎呀，坦白了，交代了，说吧，藏哪儿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太阳，地球啊？哎，嘘，里边有人。什么人？那人，那个你懂吧？就是家里面的嫂子。啊，嫂子，是我嫂子阿忠。打什么招呼？睡觉呢？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我进去给他说一声啊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呀？人家要睡觉了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！听见没有？没骗你吧？哎呀，雪挺香啊！老公，这秋秋来呀，烦，我要睡觉。还没我神戏呢！你闭嘴！学我，我最恨别人学我。你信不信我脾气上来让你躺这儿？你信不信啊？挺硬啊，是吧？谁的车？谁的车？哥们儿，这是我一朋友的车。喂，110吗？等等，这个事儿啊，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咱俩都好好想想。你什么意思？咱俩谈谈。谈呢？对，谈谈。来，谈吗？不客气，来，先喝点饮料，都是免费的。免费？对，都是免费的。还有点酒。喝，打开喝。哎，这也是免费的？都免费的。这不写着呢吗？4800。多少？4800呀。哎呦，幸亏没打开啊，打开它麻烦了。行啊，啊，住高档豪华套房，喝4800洋酒，鸟枪换炮了，眼儿都不眨，不一样啊。有钱了。小二杨叔也对啊，花我自己的钱，给我多少？老皮，你说那胖子、他能住在这么豪华的酒店里？那你说他能去哪儿？他那羊肉粉车在那儿呢，我就不信他能把他挣钱的家伙事给扔了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
你去哪？锁上开！你把锁上开！你上来！前面在屋里呢。有什么问题？来来来！你要锁上开！你不可能！你必须得拿着钱！里面没钱！必须得拿着钱！没钱里面！必须得拿着钱！前面在屋里呢，你撒手！不可能！哎。你说这死胖子是不是真住这儿了？你这么半天也不出来、啊。你把脖子放开，打过去了啊！你把我脖子放开，我也喘不来气来。好，三二一，解放！三二一，你咋没放呢？你不也没放吗？没看着钱，我打死也不放。再来，幺九分，五。你开玩笑呢啊？幺九五五，不可能！幺九五五，幺九五五，幺九。我一分都不要，全给你。这咋还不要了呢？啊！你就任性吧啊！迟早有你后悔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是本地人，你想拿着那些钱，安全的从这儿离开，门都没有。不信，好，不信你自己过来看看。来，你看看外面啊。坏了！哎，这不你羊肉摊那个大眼珠子吗？是啊，他们不就是奔着100万来的吗？那钱是他们的。他们就在这个江大酒店。嗯，我再跟他聊聊。恭喜上了长途旅游车，我当时以为我们就此摆脱了老皮夫妻的追踪，后来才知道盯着这100万的还有一伙贩毒的人。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逐。咋回事啊，峰哥啊，车没油了。哎，我昨天不是刚你加油了吗？我不是合计今天晚上汽油降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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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当事儿吗？这不是。哎呀，我在这边当保安呢。变样了呢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内急，憋不住。你说你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，你走走走走走走，你搁前面等我一会儿啊，我
我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啊。好，那我在前面等你一会儿，你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。对呀，我上个厕所，你搁前面等我不就完了吗？我是说我在前面等你，你上个厕所来找我。对呀，我先上个厕所吗？哎呀，行，你就上老婆这儿等你啊。好。哎，拿个包去厕所多方便啊！不拿着它我才不方便呢。我这么不急去上厕所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拿着它，我在里头，我又跑不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。剧场正在播出，贺岁喜剧，恭喜发财。喝呀！吃吧。老皮。老皮。来。干一个。行，来，咱有钱了，随便吃喝啊！来，喝。燕青，你说你别摆了那破手机，你来干啥来？我去。峰哥，嗯，这杜冰冰发的照片，这背景跟咱屋一样啊。就他了，那就整一个来。
哎呀，屋漏又逢连夜雨啊！100万被老皮两口子抢走了。我和胖子朝恭喜已经身无分文，钱和银行卡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了去向。无颜再见家人的我们，找了一个洗浴中心打工。没想到，我俩跟这100万还真有缘。就在洗浴中心，不仅看见了我红色的背包，还和第一次谋面的峰哥一伙打了一回痛快的交道。走吧，峰哥，走，按门去，走。服务员，进。贵宾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给我叫两个保健师。好，您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就来。进。贵宾你好。我叫的保健师呢？我俩就是。咋来俩老爷们呢？美女对吗？贵宾，是这个情况，现在客人特别多，我们所有技师都在上桌呢。上桌呢？那得等多长时间？那还真不好说，今天客人特别多。那就你们两个先摁一遍啊，一会儿找俩女孩挑两个顺眼的再来一遍。行，峰哥，那你先挑。挑啥呀？行，峰哥，我懂你。贵宾你好，请翻身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，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你听着。年少的时光一去不回，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，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，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，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硬挺着。你说我容易吗？还不依不饶吗？还嫌不够吗？真够可以的，就这样算了。钱在动呢。哎，恭喜，这钱不是被那娘们和那个大铁柱子给抢走了吗？怎么会在他们手里呢？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不就奔100万来的吗？没我你能安全离开这儿吗？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带你去的绝对是人间仙境。什么仙境？我那豪华套房才是人间仙境呢。你敢回去吗？2000块押金还没退呢。瞅你点出息，2000块钱我给你认一半。还这么气我呀？谁不知道我在背后骂我？也不加点小心，嚼着还完。我特别晕。那个天儿，瞅你个身板啊，还进城打工呢？那我奶奶70多岁了，一天还翻个山头呢。来，赶紧坐下吧，来坐这。哎呀，你瞅，哎呀，哪只脚崴了？舌苔。你这也没啥事儿啊，你会不会啊？你不相信我？这样吧，你搁这等我，我去采点草药，我一会儿回来给你治病啊。峰哥，咱们现在离他们不到1000米了，
哎呀，眼看就追那俩兔崽子了。败家，你喊什么呀？你看他们刚过去，那就坡这么高，我这鞋，哎呀，行，我给你想办法。事儿真多。来，走，咋回事？咋事儿啊？咋了？说话。没电了。我说你不说那个 GP 什么什么丝管用吗？怎么刚用一天就没电了？那老板跟我说能撑七天呢。七个 G。这个钱是不是对你真的很重要啊？我是说，万一啊，假设你眼睛一闭一睁，这钱没了，你会怎么办？那边好长时间哎。走。我跟你说啊，郑发财，今天我跟你掏到心窝子。我打小我就是留守儿童，我父母进城打工，一转眼就没了。我六岁就跟奶奶过日子，我是上山下河摸爬滚打这些年过来了，夏天没衣服穿，冬天没棉袄穿，你说我都瘦成什么样了啊？啊？你说那个小孩是你吗？不像吗？你这么胖，你不了解，这叫加班肥，一天就洗八十多个池子的碗呢。我是从鸡打鸣干到鸡打鸣，那24小时连轴转呢。我要不吃点客人那剩菜剩饭，我能顶到今天吗？你看我，干啥呀？哎我去！钱哪儿去了？都不说是吧？你说不是你们的钱，你们跟他抢啥呀？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啊，钱在你这儿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太阳落山了，你要不告诉我钱在哪儿，我就崩溃。要是太阳落山之前，钱还是拿不到。我给你们几个挨个嘎巴嘎巴全都给你削脸巴子，然后扔山下去，就飘啊飘啊，啪嚓！哎呦，来，发财，你就别死扛啊，赶紧招了吧！啊，你要钱不要命啊！恭喜。我要是告诉你我把钱扔到山涧里面了，你能信吗？我信不信无所谓啊，那他们信不信呢？如果命运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去捡那个包了。命运不是给你一次机会了吗？你们四个的命运都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，该说实话了，还都想视死如归啊。你告诉我钱到底藏在哪了？我要是告诉你说这个钱扔到山涧里面了，您能信吗？
那我今天就一不做二不休了。我对不起你啊，我数三个数，你要是真不说的话，1、2、3。我的枪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警察同志，你快救救他，他不行了。放屁！要做报答。是我是我，警察同志来得太及时了，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。谢谢你的帮忙，你帮我们抓捕了一个开刀放纵案的嫌疑人。警察同志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呢。喂喂，哥，你到底把钱藏哪儿了啊？我真扔到山涧里了。不是，你还真扔了？我自打拿了那个钱，我心里就不踏实，我害怕。那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过年，我怕我过年我都回不去，我就给扔到山涧里面了，打电话告诉警察，警察去找了吗？我们不就得救了吗？我现在从手握百万又变回了穷小子，但我觉得一身轻松。不过我相信我这辈子一定会发财。爸妈给我起名叫郑发财，也就是走正道才能发财。祝大家新年走正道发大财，恭喜发财。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最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3月6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，贪心岳父作为，假意遭遇真情。这世界上哪那么多骗子？当道德警醒良知，明叔，他又如何面对欺骗？亲爱的，红包都准备好了吗？敬请关注3月6号晚6:05，乡村法制剧场。哎，公安局吧。相亲骗局。